这五张海报是这次展览中非常有亮点的十个，是我们自己为法托卡制作出来的，但是它的设计是有它的本质，它其中就是把托口在演艺事业上、歌唱事业上的五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的事件进行了一个设计和一个展出。比如说它在从香港起步，从走向亚洲然后进入亚洲成为亚洲天后，这又是走向国际，然后这是在所谓在奥斯卡上演唱的华人歌手，然后这还有中国红的旗袍，大声为我们世贸成功欢呼，这些画面都非常感人和让我们记忆深刻。